者许世颖、吴婉婷台北报道。33岁西洋流行天后凯蒂佩瑞今晚二度在台北小巨蛋开唱，吸引万名粉丝朝圣，票房约4800万。演唱会大约延迟26分钟开始，他以新歌 Witness 开场，从巨眼泪的延伸舞台霸气现身，展现天后架势，大喊台北之后继续演唱，更问全场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歌迷当场嗨到不行。凯蒂三年前首度来台举办超炫光演唱会，因在穿着太阳花舞台装时披上台湾国旗，被网友封为太阳花女神。此次见证巡演台北场在临台湾，开心表示台北我终于见到你们了，还用中文说你好，接着一连带来19首畅销歌曲，演唱到 Teenage Dream 时麦克风一度出状况，人临危不乱继续演出。当演唱 Hot and Cold 时，凯蒂更要求歌迷教他说 Hot 跟 Cold 的中文，还当场点名一位粉丝现学现卖，流利说出冷和热，展现十足的亲和力。 Last Friday Night TGIF更走向歌迷，在舞台上翻筋斗，随着舞台花力变化，全场跟着摇摆，感受天后的百变魅力。凯蒂佩瑞登台北小巨蛋开唱，记者胡顺祥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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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凯蒂佩瑞演唱会，周杰伦、昆凌送花，记者胡顺祥社。台湾粉丝朝圣凯蒂佩瑞，记者胡顺祥社。